这个是我买的酒糟面膜，也是偶尔刷到的。我发现就是很多就是这种比较便宜的化妆品啊，它都会把那个图片 P 成那种头部主播手持这个，上旁边打一句话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就是那种图特别假。这个会有酒的味道吗？是食物发酵的那种酸腐气息。刚才做完核酸回来，又被那个不拴绳的狗给追逐了一下。不过还好，我爸爸骑着电动车带着我，狗没追上呀。这玩意儿糊到手上，太难闻了，有一股酒和那种发酸发酵的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怎么跟那变质的那种奶制品一样？感觉那个奶清啥都分离出来了。哎呀，像饲料一样，看起来还挺熟悉的，可能是前世的一些记忆吧。我们家邻居真的，我哭死！他好爱狗的，他在地表温度超过40度的天气下，把狗拴在外边，就是把狗弄了一个笼子放在外边，然后用木板给它挡上。哦，真的很像坏了的奶酪制品。然后每天会在夕阳下山、傍晚的时刻陪狗狗玩一会儿，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。他真的好爱狗，他为了自己狗狗的自由，不惜不遛狗拴绳，不惜遛狗不拴绳，以至于和邻居发生强烈的语言冲突。为了捍卫狗的自由，还要在如此高温的情况下，把狗关在外面，再定期陪狗去玩，真是好狗，不，真是好邻居。它怎么变成费牛顿之地了？一刮即断，这不好的预感从来没有错过，不会要翻车了吧？狗不是很怕热的动物吗？猫不怕热，但是狗怕热。俺家那么热，我们家的猫就不在空调屋，它在外边，在外边地上躺着。狗耐寒，猫耐热，我记得是这样。现在外边中午都多热了，它把那个狗，穿着裘皮大衣的狗，它把一个体型庞大的狗放在外边暴晒。不过上面给它搭了一块木板，太贴心了，这主人很好成型哎。但是就是总感觉那里有点不对劲。好奇怪的质地呀、啊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把玩一团过度发酵的面。那个面过度发酵之后，不是会有酸酸的感觉吗？哎呦，哎呀，我跟这个手膜也不太熟，我也不明白它应该怎么样才算是成型，还需不需要补胶？为了保险起见，再补点吧。哎，加点成品胶，真的。越把玩酒味越大哦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我醉了。我以前一直不明白核酸是什么机制，我以为你扫了那个码，你那个核酸信息就是你本人的。后来我才知道是十人为一组，就是说一旦这10人里面有一个人有问题，这个10个人好像，就是都是有问题的，好像是这个样子吧。我以前还以为是一人对一码呢，因为那天有一个人，我扫完码的时候，他一屁股插队坐在我前面做了这个核酸。我问那个人没事吧，他说没事儿。哇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有点像那种酒的感觉，玩着玩着咋还口渴了？现在整体金金比较多，属于一个有点水脆的状态，给它补点山梨糖醇，等消泡以后再来看看。然后就做好了，竟然有一种就是非常廉价的白胶被木工刀染色之后的这种质地。整体有一点浆和糊的感觉，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手膜的小颗粒，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尝试了，这个味道太恶心了，像是这个食物从胃里从消化道里走了一遭，又出来和你重新见面的那个味道。昨天还没感觉到，可能昨天有点鼻塞吧，今天鼻子通气儿，一闻这味道太垃圾了。我昨天眼睛剧痛，10点半跑到医院，结果医院全是急诊，没时间管我。然后那医生说："你爸平时玩手机玩多了，你回家吧。"结果今天早上起来，我眼皮肿了，我也不知道上火还是什么原因。这个还会飞渣。我昨天去吃了个火锅，吃完那个火锅，我的眼皮就开始疼疼。然后我吃那个火锅的时候，那个火锅周围就有那种小苍蝇，幼年的苍蝇在飞翔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苍蝇会不会就是在后厨里面出生，在后厨里面长大，然后长大了以后又出来迎宾的呢？我陷入了这个思绪啊，我就感觉，哎呦，天哪！正在这个时候，锅里的肉突然熟了，然后就这个炸泡声还是挺响的嘛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含水量也比较高，整体也不是很实，就是有一股子
就透着我当年花12块钱在那个拼多多上买到了一升牛头木公胶的那个质地，塑料且廉价。拉出的网格还挺圆，我每一次拉伸它，它兜起一团空气，我被我捏碎。这个气体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，我的回忆都像是回到了好几年前一次醉酒呕吐的那个夜晚。这辈子没有在一个护肤品上闻到这么像呕吐物的这个味道，还是那种酒精混合物。这个味道再从稍微高温一点去地方再闻的话，那真是绝绝子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我爸爸这首歌已经听了一个星期了，这个拉到最后可能有一点细了，出不来效果了。真的是万物皆可许莱姆啊，许莱姆它可以包罗万象，就很棒。我觉得我的臂力有待锻炼呢，就这么一小团泥上下拉伸我觉得很费劲，这可不行。昨天我在外边散步的时候，草坪上操场上运动场那边有个体育场，运动场草坪上有一个人，他在唱那个林俊杰的歌，他唱的好好听啊，我的天哪天哪。稍微进去一点空气以后，还是能感觉到一丝柔情在里面。别说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